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扫描看他怕什么？怕撕裂，火焰燃料换怕火，可是他本身抗火。我有办法射中他的燃料管吗？好像很难耶。我先把每一只都扫出来，总共三只。什么机会偷偷懒？无聊可以回顾千鸟熊的影片，赞！直播比较好，因为可以聊天。只要是聊天，我都会。会？为什么？打屁股不是打黄色的部位吗？我想要用火打他的。打他的燃料罐，因为火打燃料罐是会爆炸的。不是，把它藏得好隐秘哦。我发现它是两只脚，哎，我以为它是四只脚，仔细一看才发现它是两只脚。我觉得杀伤力也不是说很大啊，其实打后面好像蛮痛。你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。我这个地方刚好可以卡住他，都没事，打中没走了。不行，要烧了他那个罐子才有效。他会爆！哦，讨厌！不行，上面没有什么效果，好难打哦。硬啊！还是这样子，目前感觉是最有效果的。
跌倒了，他跌倒了。啊！然后我被烧死了。你要不要绕路？你现在在正面打他，他正面也可以啊。没有，一定要后面。他那个亮光有延伸到，延伸到正面。被围殴了，我想说他倒了没，就去打啊。那那个嘞，我想要再挑战一次。这里吗？毛球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还要再过去一点。It looks like that machine carries fluid in those sacks. Not sure. 啊，再挑战，挑战的精神。挑战的精神。然后看能不能溜过去。I'm so sorry. Fight's on. 啊，被发现了。开始喷了，开始喷了！给我个机会吧！太难了，命中他那个罐子。我一直晃，一直晃。射爆他背上那个，你要学他，学他什么？学他喷火吗？觉得利用这边蛮多阻挡物的。啊！凶哎！倒了，他倒了。他会喷火吗？不会，好像不会。金蛋！哇！痛痛痛痛痛！金蛋好像没有比较有效。哦，击倒一只，击倒一只。闪喽，闪喽！哦，学活佛呀！我要学风背兽做什么？没有办法用像，就是上方攻击戳下去应该颇痛，好像没有办法。接下来换你好了。
下巴弱点根本打不到吧？就是那个，应该说是在底下那个弱点吧。那个燃料罐根本打不到。对，打头那个部位它会爆炸。那他们一直在动，很难打。走啊！跑掉了、欸，跑掉了、欸，断线！想到我，你想得美！钻过来了，爆！耶！看他在烧，我赶快打另外一只，再爆一个。就没有弹药了，我到底耗了多少弹药在这两个人身上？行啦 ，Sun's making a show of it. Yeah, 这还在。喜欢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